想多了。全军覆没。好像我第一次穿花色的衣服。花姑娘，棒棒糖的丢了。怎么想的？基本上纯色的比较多，唱唱这个歌，还行。
姐、魔尊哥、炮哥、信仰哥，还有无限好，还有孙凤姐哥，以及若水哥、前夫红花绿叶哥、叔叔，以及我们念哥、毛毛虫哥、圣人哥、没有名字，以及我们兔兔队哥哥、江东哥送来的美丽的一条美人鱼。你们，欢迎宝哥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哥的名字叫你不来我不老，谢谢，谁懂我啊？他们，我的水好了没有？还有我的热宝，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菲菲。今天我不给你们唱高音的歌，也不给你们嘚瑟。完了就跟你们多聊聊天儿，乡村的小姑娘好吧，这个不跟你们讲。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清新的泥土味儿？那就对了。现在不都唱说这个什么我们要绿色呀，环保啊，还原大自然呀。每个蜗牛都有自己的壳，每个蚂蚁也有小小的窝，月暗街霓虹，霓虹霓虹闪烁，我只要一盏天亮等我。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，有人点了有人依然执着，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爱不及看风景在路上奔波。忙忙碌碌的生活，像盛开着
谢谢，感谢我们清风哥，哥的名字叫北京烟火。欢迎我们后回家的小兄弟们，还有咱们的所有的六九兄弟们啊！你是睡衣吗？这是衣服，我不会穿睡衣直播，除非是半夜的时候还有可能。嗯。谢谢我们魔尊城楼以及我们，嗯哼，这什么情况？还有谢谢我们新阳哥，还有清风哥，闲来无事以及佳佳，还有我们魔尊，还有慈航哥、杰少哥、自家哥、小静哥，以及我莫烟，还有宣风哥、圣人余额不足以及点哥，还有面哥毛毛虫啊，谢谢谢谢。那玉峰哥，那你去忙吧，让大虎来吧。啊，我看大虎打字好快啊，大虎，好了。你看，我给你截个图，这么大，嗯。欢迎芭比哥 ，Hello Hello， 嗯。Hello Hello， 嗯。今天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，习惯吗？我这样，这么安静的坐着。哎呀，这两天不休息了，今天不休息，完了就坐着跟你们聊聊天啊，唱唱歌呀。你就是说，哎，菲儿，你的衣服好看哟。还有说，菲儿，你的衣服是睡衣吗？哎呦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啦啦啦啦。辛苦我们大伙啊，嗯，不太舒服，不打地震，嗯，但今天有活动呢，7:30的时候我要去官方。好大的钱包，这个包是收礼物的，再查查，非常的纯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衣服瞅着很纯真吗？我总觉得我这个胖啥，你这个烧的有点热，有点烫。烫肉，可能是这衣服是一层纱的，有点薄。对，我要给你们开个照机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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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烫秃噜皮了，一看你就是东北的。我垫一块纸搁腰上。没有那么烫，空气才是热，一会儿它就凉了。什么话语都变得复古，你们懂吗？你承认，对对对，复古。我第一次穿这么花花的衣服，自我感觉还是挺好的。走花的这个时刻我讨厌温柔，谁的脸在发烫，我的手在流汗，所以说吧，衣服吧只是一个陪衬，主要你们不都是来看我的嘛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来看菲儿的，也不是来看衣服的，听歌看人。没有啊，这个衣服跟那个小熊的衣服，他们年纪都差不多，都是18、19这么穿呀。我买的衣服没有什么特别那啥的，可能是我没穿好。稍微花了一点，可能背景稍微再暗一点了，衣服再暗一点了，可能你们瞅着哎有点暗。英国买的，没有，搁绥化买的，都没出事还出国了呢，让你说的，知道吗？不要说话，我要跟你 PK 唱歌，咱们俩就挑调高的唱，我要唱死了都要爱，剩8K 的，我要唱死你。你这你行吗？什么情况？我要唱死了都要爱，我要跟你 PK 唱歌，我要唱80个调的。
嗯，那你先来，你先来，我润润嗓子。那你搁糖润不对呀？那你能唱上去吗？搁糖不一会儿不咳嗽啊？齁，我们方法不一样。那你的你们喝水润，我您都是喝那个温水。你快唱吧，我就吃糖。你快唱得了。好，那我看看啊，我们唱个啥呢？唱一个，你感觉飞儿有点哄小孩的那感觉。唱个这个歌。好了，今生不想失去你。好了，一会儿你唱一个死了都要爱。没事，咱俩这个挺符合的。天边的那一道彩云。你这个挺高的，不过我能行，我能上去。我要是上去了，你们就给房卖了，给我刷礼物。我要没上去，我就不买房子了。嗯，来，你行吗，老大？我行，激动的搓搓手。是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无力的看清强悍的是命运，你还是选择回去，他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可你觉得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，才最寂寞。你们卖房子，刷刷卖房子，快卖房子去，干啥呢？卖房子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咋没上？你问飞儿上去没有？上去了。谢谢文哥，谢谢小峰哥，谢谢，我都感动的。你看人专业唱歌，人都说上去了，你们没上去呢。人天天唱歌，人不明白，人都说上去了。上负一层了。我上负一层干啥去了？上负一层。上去了，我挺厉害的，还有30秒。谢，帮我开个召唤，兄弟们，谢，还有十几个，还有20秒钟 PK 就结束了啊！兄弟们，没给菲儿开真爱的，喜欢听菲儿看菲儿直播，去给菲儿开个真爱。十个，还有十个，啊、谢，感谢 Q 家的宝宝。行，你佣人姐，那什么，你那什么不有个那什么吗？你一会儿那什么，你那什么一下吧，佣人姐，你不有个那什么吗？一会儿在 PK 完事眼瞅着那什么的时候，你那什么一下吧。啊，还有5秒钟的时间啊！你这是要偷塔吗？嗯呐。
喜欢飞人，给飞人看一下，哎，快去快去快去。你这我刚反应过来，完结束了，还那啥，你搁这儿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送来这个东西啊，谢谢。Q， 你学坏了。嗯，看我家有游客说我啥？嗯，哄小孩儿，真小孩儿，我真小孩儿，真小孩儿，我真小孩儿了。谢谢谢谢，最后投他，真好。要咋惩罚我啊？我没啥可惩罚你的了，你过你这安全任务吧，就不惩罚了。你都哄半天小孩了，已经超过了，已经完事了。你都哄半天小孩了，你都乖乖。你咋整的？今天怎么还跟棒棒糖干上了呢？你吃吗？我吃。哎呀妈呀，一排呀！哎呀妈呀，多少个味儿的呀？还阿尔卑斯的吗？这是？你吃吗？你是不是把所有份都买回来了？不是我买的，我万圣节的时候我家小姐姐给买的。太好了太好了，白的都棒棒糖。我们家小姐姐都没给我买，都是给我们忘了。她说万圣节不给糖吃就捣乱，整得我捣乱，给我买糖吃给我。老大，不是我不听话，刚才你说卖房子的时候，我当时就给房东打电话了，我说要卖房给你刷礼物，房东说你给我滚。你他妈卖自个儿家房子，你卖人家房子你能干吗？他们说这个糖都是一个味儿的，是都是甜的。没毛病。谢谢。感觉糖尿病离你不远了。没事，我平时不咋吃糖，我就是偶尔吃上那么一手。哎呀，吃上那么一口啥的。他也就大 Q 也就是为了逗你们开开心啊，没事就直播的时候吃吃糖。估计你看这吃一会儿，爱吃糖的人我告诉你都什么样，爱吃糖他会嚼。嗯，你看他不嚼，这棒棒糖小时候哈，就小时候你们不都吃过棒棒糖吗？特别喜欢吃，喜欢吃的时候你就吃吃吃，你就开想就想咬就想咬，那是代表特别喜欢吃糖。不是，还可以。不是，我不是不喜欢，我不是不喜欢吃糖，关键是吧，嚼粘牙，一说话牙粘上了之后就张不开嘴了。一跟我说啥，主播多想口红，我整一身一身。那听，粘牙。挺淑女的，别逗我笑啊！啊，淑女，淑女，淑女，好了，淑女，淑女。咱俩都是这么淑女的人，千万不可以那么啊，不可以逗我啊，要一定要淑女的老嗑。行，再见。好了，再见再见，剩半首歌给大家唱完啊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我爱吃，我比较喜欢吃，以前不怎么喜欢吃。
甲哥、文哥，浅，哎呦，浅然默契哥，以及江山哥、秀姐、草原牧人，以及没有名字黑土哥，还有我们，纵水，还有思念哥、谁懂我、宝哥、四哥、幸福鸟、沉默魔尊，以及我们小点儿没钱看，没钱看戏，还有开心就好啊，东边雨小我。小峰文哥，谢谢谢谢，又没有名字，下面有听歌，谢谢信仰哥，信仰哥，我八点回来给你唱歌，你想听啥你告诉我啊，要是我没有看到长空老师帮我记着一点，还有门嘉义，你还有你好王自然，以及温亮哥，李丽强兄无所谓，还有一夜秋心哥，感谢大家送来的每份礼物。明天就没有活动了，明天没有活动了，我后天就要休息两天，响应我回来的，响应我回来的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刚才我已经开了一个，我们八点回来就开好不好，我先